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这个您有小名吗？我叫老三，您叫我小凯就行。小凯，您来过故宫吧？来过，小时候就来过。您重庆人？对，重庆人。重庆就在朝天门码头的对面，有一个故宫文物南迁博物馆。明白。呀，故宫太大了，我们看来还得分组了。其实故宫还有很多这个就是鲜为人知的地方，韵姐和牛牛。